你看，原本顽强的水垢一刷就掉了，瓦斯炉也变得很好清。大家好，我是莉莉安，跟大家说个好消息，进度五郎又出新品啦，就是这个黄金钻石海绵。我们收到很多客人反映家中的顽固水垢和油垢都很难清洁，五郎听到大家的心声了。使用黄金钻石海绵搭配清洁剂，就可以事半功倍，轻松清除顽强的水垢和各种重油污。这块黄金钻石海绵来头可不小，它可是五星级饭店指定清除浴室专用的海绵刷，不仅可以有效刷去陈年污垢，还能适用于各种材质，不会刮伤。到底效果如何呢？现在马上来实测看看吧。先来看看清洁前浴室水龙头、干湿分离门都布满了厚厚的水垢。首先，我们先喷上水垢清洁剂在要清洁的地方，用黄金钻石海绵刷洗，水垢真的变得很好刷哎。原本雾雾白白的地方都消失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清洁剂喷上去，然后用软的这一面均匀推开。再使用黄金钻石面再刷一刷就可以啦。原本雾雾的顽固水垢都消失喽，不止浴室水垢，厨房的重油污也能用海绵搭配去油污慕斯将油垢清除干净。先将去油污慕斯喷上，等待20分钟溶解油污。再来是最容易卡脏污油垢的露台桌面，先将去油污慕斯喷上。如果你家也有水垢、油垢的困扰，那就一定要试试我们的黄金钻石海绵，快到官网逛逛吧。